大家好，这是牛布拉。前几天去镇上跟着老表买了个彩票，看看运气吧，也还开奖了，还没差嘞。你差不？没嘞，没差嘞。2019-1-2-1，一等奖15注，每注6185.4，这是咋这是啥数呀？6185块，后本呀。一个蓝色球号码箱，不有无菌可漏，6等奖。二。我是不是有个6等奖？哎呀，拉倒吧！我第一个都没中，第一个是二，我打这几个一万没牛。我的有啊，我的这儿，你看我的来，我的有希望。这不是我给你念呗，你看你的，你还没查着了。我看查着了呀，我看这规则的，02，我的有吧？06。这后头没有，他只要中几号应该都有个。去花牌了。他不得按牌玩的吗？这是咋中的？咋中的？你买过还没买过？百度买过。那我这中不中？我一会儿。02，他这点也是02。5块钱就保证。有一等奖15注是618万，你将来念的6000。二等奖都16万的。我一个也没扭过我，我就中了一个6，好像。我中了5块钱。31、30、31。我买过，头一回买。1、30、31。不是一注，我就最多就中了一个数。不是尾数，尾数中了有奖的，头六没有奖的。这点上这不是点点上选的，选6+1中。哪一个没中啊？2等奖。哎，手机摆的跟你那屁一样。哎，6等奖，我的是6等奖，奖金固定为5元。5元没中。我都不适合买彩票，像我开票绿茶开了一下，绿茶也没有弄过，谢谢也没中，弄过都是谢谢品尝。你应该穿身红衣裳去。我穿身彩衣裳我也中不了。这不是这点上有中奖的规则，6等奖，只要这蓝的中奖就有，就是0+1就得6块钱，都得5块钱。10块钱买一张就，哎呀，那个钱也浪费我10块钱。我的还收回来了5块钱。你的中了没哇？你还呲牙的？不中，我看。看看你的，看你的呗，来看你的。看不。来看看你的呗，看看呗。看啥？那中了我也不，我也不要，就是的。来呗，看看。那叫看看呗，看看。加到那加是正里头，那对对他的，一黑，二，02中了一个，02-0615-26，哎，底下都得两个，这不中了啥？哦，02-15有个，02-15，白想了。我的背的跟我的皮一样。咱俩咋真背的？难道是因为咱吃太胖了？算了，5块钱也得跑一趟儿。你说咱加一团20块钱，买个茶包子也买一大屉了。哎呀，那是我来的，出来了5块。来，拿过来，别让我漏开了，我再看。给好好看看，给好好看看，给看看。5块钱。还不够请你俩喝个水呢，我矿泉水够了，矿泉水够了，不然回不来了。哎呀，天哪，真搞笑！感觉就是，就怨你了，也不知道是买个这弄啥的，要来给我硬的，还不是买个刮刮乐嘞，说不定还刮着个啥嘞。你刮个板砖，你说你刮啥？哎呀，那得奖去了，得奖去了，就是5块钱也得去兑呀，对吧？三瓶水都买不住。我得带枪呗。小弟，看那个八千几万拿来的，5万4。
农合并就是练军摆装车弄完，然后是一平方是4毛，装完了之后可能如果他装货装的多的话，一天能挣100多。练军摆装。对呀，练军摆装。可死的慌，可死腰给死那个啥呀，腿。咱俩这一来一下就下楼了。对。没啥。年轻漂亮，因为到这个咱才觉得小贵。那你搁这儿，你看出去干得多少钱？这兜也没个啥油呀。基本上都是。基本上啊，基本上弄个20-30，40-50。啥20-30、40-50啊？一天他就要说。平均的30-40。哎呀。一天才出来打个夜了。夜黑了就要打打夜，重庆的要半点去吧。弄了多少呀？也黑。20-30谁干呢？来，我干。最少不给人抢弄啥黑。那你去哪知道啊？咱这不是离家近了，给家不是没事了。到我家了。啊。给这样。你给这样500人吧，4毛钱一平方。13人那算了，合几块呀？那给人家出货不弄啥不就一天能60-70？那60-70那不是找不着活呀？俺爷儿个，俺那古街的圆圈找人找不着。你那要搁说说了，给我们俺60-70块钱就要忙去。想做弄草坪，挣钱多嘞。咦，挣钱多，这都是平房的。平房你干的多了的。哎呀，就给这样比方嘛，他走的多了，那这13人啊，提个几十块钱。要走的少了，就给这样就这500平方，这13人。你看合计。100块钱，100块钱这个不是。哎呀。这叫什么？这13人。13人。3小时才挣了10来块钱。哎呀。哎呀。那这是老百姓的难。上面这个价钱是实。你看这，你要是挣了起来的早了。起来早了，他要是弄个5-6千平方，这10来人。也批个100多块钱，也差不多。他搁那差不多，就是人多。你像俺那留个电话，过了一天，估计他妈该再请教了。是嘞，我也那这叫个人也不捐草坪的情况下，听见了吗？能叫？有活干，哎呀，干不完这活。就是的，叫哎呀。这算多少找着人了？这找着人了，一下还找着家了，还找着人了。装。哎呀，到时候他那再请教了，跟他联系。装。联系了，请去了。装。那我留着。那过去了，姐。装。好。站好这里门嘛，这他妈做的相当好。搁这站了有一星期了都，看着都拐吃了，今儿尝尝。树长这儿了。你吃不吃？不吃。不吃拉倒，我自己吃。这里有螺丝儿。豆儿，西瓜，大粒儿，姜啥，没了。这是啥？烧熟的，咱尝尝。这是花生。叫咱配点辣椒，辣椒三配两不配一碗。来点辣椒，配点辣椒好吃。一会儿再给盛上。咸红老汉，不吃姜的我还给他再煮。老彪，哎呀，喷，哎呀，得，没事，够了，今天够。这辣椒不知道干啥，吃两口还得吃了这个。你说这树上都是咸树虫啊，还是咸树豆？咸树虫。咸树豆。不管。一会儿你这家都说好了，同样找不着，知道吧？弄的豆有点少了，少点少吃。
说了多吃，没了不吃。然后，送一小会儿，拿着菜往里扔。那个啥都做了，你做的多好吃。从那边玩的看着挺香的。他给你弄个馒头三明治吃的吧。中。哎，这个东西上档次。来个，那牙口不好。有点干呢，喝点饮，不软。这想想差远了。Yeah.